好，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新锐战，我们的解说嘉宾是死神方便。大家好，我是方便。刚刚方便就说了这场比赛很容易被 KO， 对，你说说你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首先我觉得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大级别的这个较量的这个选手比较少，比较少就意味着他的这个水平可能层次不齐，这样的在比赛中间很容易就是一个高水平呢对一个低水平呢就很容易很快就结束了。好，红方选手是王胜军，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蓝方选手是王光。哎呀，话音刚落。好，蓝方阳光给了王胜军一个读秒。好，站起来了。在拼打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看着对方的拳。对。注意力放在对方的这个拳法上面。是，两位在80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呢，其实他们的身高臂展都这个数据都不是很高。对。像红方王胜军身高1.71米，臂展1.68米；蓝方选手杨光，他的身高是1.77米，臂展是1.85米。两个人的这个臂展的这个差距有17公分。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矮壮型的了，是，所以身体素质比较棒，然后拼打意识也是比较的强，上来就是拳法的。现在看到红方选手稍微有一些晃悠了，连续的这个提膝是不允许的，是，还要做一些调整。王选手这样这个时候可以能够感觉到他出拳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力量，又晃悠了，又挨中了。再一次被读秒了。好，按照我们的规则，新锐赛在一回合比赛当中出现3次读秒判另一方获胜，能不能坚持一下？